我们玩游戏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把画质调到最高。那如果把画质调到最低，在最低和最高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区别呢？在《尘埃拉力赛 2.0》里，低画质下，这个车就像磁悬浮列车一样在空中飘着，而且地面的水也看不到，看起来就像很潮湿的样子。而且赛车尾巴溅起来的水雾，低画质下也完全看不到。在这个泥泞的路面，低画质看起来一点都不泥泞。全面战争三国里的鸟瞰图，低画质光影效果太弱，整个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平面，而且一些大气烟雾效果在低画质下完全没有体现出来。在大表哥二里，这个低画质的泥泞路面看起来有点像德芙巧克力被抹平的样子，高画质就像没有被抹平的巧克力表面。好吧，我承认这期视频比较无聊，我知道你在家一定也很无聊。